我脆弱的小心脏承受不来啊。要不要把我一个过肩摔给摔下去？不是，是这样。哇，这个姿势有点像，有点像武装的感觉。人在江湖，来后面小心啊，要有轨道啊。来，来吧，兄，快！耶，还不够了吧？还好了，还好我这不够啊。准备。哎呦，对不起！前面的给亮一点，别动我，前面再亮一点，别动我，别动我了啊！好，后面。因为双耳的信息要上。回来，我差点把相册给扔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一个正直的好男人。就是一脚就到那边了啊，这是我的脚力，你知道吗？脚气，脚气。哦，打我！这腿不太行啊，不太行啊，有点害怕，你知道我一直在抖，一直在抖，累，累。我觉得是有一个过程的吧，然后我觉得裴少君被这个纯真天真的女孩所打动，我觉得她在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自己身上所没有的一些特质和一些不一样的点，所以能够让她慢慢打开自己的心房，然后对这个女孩态度有所转变。对，是裴公子跟我喝一杯啊，不跟我喝也没关系，有个电话号码。他在雨中拦我的车，我觉得哇，这个我当时其实挺震撼的，因为其实一个女生能为男生这样去付出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挺感动的。对，我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给二哥下跪那场戏，因为谭桑榆这个人呢，平时是挺吊儿郎当没个正形的，而且喜欢糊弄事儿，但是他一直跟他二哥说他喜欢裴少君，但这次是唯一一次非常正式的去跟二哥谈这件事情。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即使是被困在这座牢笼里，我也心甘情愿。下辈子答应让我早点找到你好吗？这是一段特别遗憾的感情，就是当有一个男人，你一开始觉得我绝对不会接受你，而且我心里已经有谭元明了，当他慢慢走入你内心的时候，你试着想去跟他在一起，你试着想去接受他，但是恰恰就是在我快要接受他的时候出事了，然后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来说也是有一辈子的遗憾。这个问题啊，我引用谭桑榆在剧本里的一句台词，那句词是你还不是整天跟狗皮膏药似的贴着我双姐一样就真的是无处不贴，就只要是有能够创造机会和他见面的，和跟他见面的一切机会，我都是想跟他在一起。只要你需要，
我可以如影随形。秀才，你是谁家的小孩？身材赛过杨贵妃，是个人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OK 的，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他一步一步的，一下子就会有了反应，有了交流，就很快的就在进步，学习速度很快，而且很认真。他是个特别认真，对于工作上很强迫的一个人。他会觉得，就是如果这条我演的不好，他会不行，我哪怕我跟求导演或者就是跟大家说是能不能我们再来一遍，就可能因为大家都觉得哦已经很 OK 了，过了，他觉得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他。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个东西，他就会哎，我们都怎么的？当然，我们就配合他，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戏里徐光耀话少，没什么表情，他在戏外也是这样吗？他就是会总是吓我，然后就是恶作剧，就是这种，就突然从我后面抓住我就啊，就那种，然后就是。总是说就是开玩笑啊，那些就很搞怪。其实一到戏里就变脸。对，他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话很多啊，还挺开朗的。嗯，对，然后我们就也会聊很多就是戏外的事情啊。哦，他会吓你吗？啊，他会吓你吗？他不会吓我。就只吓他吗？他不敢。怕遭报复。我想为什么跑这么长。我后面坐。这是为什么要跑那么长？你不亮。天哪，床头摆自己照片。床头摆自己照片不是很正常吗？很自恋啊。K.O. 还是这种。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我的办公室，我为什么不能在？那我怎么会在这里啊？哦，这是哪场？第二天了。这场戏有没有回忆起来一些拍摄幕后比较搞笑的一些事儿？就是感觉那个美术老师把那个床头摆自己的照片，真的。我是觉得这场戏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都就是那种劲儿都在，嗯，就是谁也不说，谁也不说，就是明明不是那个意思，但就是把那个对，而且挺有意思。你昨天晚上喝的是酒吗？啊？你啊什么啊？要不是因为我们只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我才懒得管你呢。对啊，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还彼此不信任的那种。那你觉得你俩谁怼过谁了呢？在这场 battle 当中，其实好像在戏里一般都是我怼你。这不也是吗？对啊，就一般都是我怼。对对，就是基本上都是我。刚开始很强势，但其实很强势，然后发现最后下风的还是我，就是那个劲儿很难受。对，是嘴笨还是让着的，还是真的就说不过？都有吧，就不是说不过他能说不过谁呀、啊？他能说得过那么多那个大佬，对吧？嗯。那晚
反清呢，老是给谭司令怼得哑口无言的，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这么厉害？可能能抓得住他的弱点。嗯，是有哪句台词你觉得现实中比较羞于启齿？就那种什么车是你的你是我的，我还说的挺，就当然不是说这句词，就是我说不出来，就是感觉还就是挺那个肉麻的。是挺肉麻的。那心绪有没有这种说出来觉得肉麻的词？那还没有。所以戏里所有的台词说出来之后都是觉得，对，因为我能说出来就一定是可以说的啊。你小心啊，回头大家给你混剪，把你所有肉麻的词全都剪到一起，还挺好找的。好吧。好，大家好，我是陈星旭啊。然后那个一见倾心在优酷，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注，希望大家都能上优酷看一见倾心，收获自己的一见倾心。小四，给我滚出来，给我滚出来。你真不把老子当男人是吧？奔前稳不难，我对女人只耍流氓，从不来着。行，就别聊那么深了。你现在是有一个耳朵红了吗？现在应该没有，没有没有，他凉的，我不会害羞。